对一下啊，有点饥饿飞天啊，来冰碗。这是杂技啊，真金不确定会不会有，我要卖帮你放啊，放你片是不是？啊对，对雨中留言画的鸡，来来，还可以再画点鸡，放鸡吗？好，那么各位大家好，就是我们是第13号将为我们来报告我们的哥莱维的 B 计划。在这边，在3月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政府透过黑箱手段，使得一个具有征信的法案服贸协议，然后送进了下一个阶段。在之后也展开了318起的太阳花学运，在这边有产生了占领立法院的行动。在这段时间，除了占领立法院以外，我们还在思考的是说，我们还有哪些手段，我们可以来制衡不适当的国会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找到的方案之一是罢免权。透过罢免权的话，我们可以来罢免不适任的烂立委，我们可以让国会更加的好，然后都符合我们的民意，避免像现在许多只顾党意不顾民意的立委存在。于是，在3月底、4月初的时候，一群从 PTT 延伸出来的一群网友们组成了一个公民团体，称呼他叫医学爱好会好了，暂时不要叫他公民团体。在这边，哥莱维计划就是依运而生。在这边，我们的口号是可歌可泣，利大于弊，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烂尾的排行榜。很快的，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之后，找出了烂尾的前3名，分别是蔡正元、林鸿山、吴育生委员。这时候，于是更进一步的是，我们开始了进行的行动，也就是台湾的罢免。罢免分成的很麻烦，台湾罢免一共有3个阶段。不过很高兴的是，我们在9月底、10月初的时候，经过了半年的努力。经过了在地大概600到700场的摆摊，在地大概超过20场的大型活动，我们让蓝委的前3名在罢免第一阶段都已经顺利完成了。但是在这时候，我们要面临到的是罢免第二阶段，它是一个更严苛挑战。这个第二阶段它严苛挑战在于说，它要在一个月内要让当区有13%的选民签署这张罢免联署书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唯一找到的是一个方法，我们要在11月29号选举的这天，我们宣布我们成立了自由罢免示范区，也就是我们会在我们的每个投开这3区的投开票的外面，因为一共有586个投开票所。这边我们经过了各种的分析计算之后，我们发现4人中只要有1个人帮我们签下了罢免联署书的话，我们就有机会让台湾已经长达25年不见的罢免投票再次出现。甚至我们有机会让台湾的罢免权终于出现在台湾的史上之中，我们有机会可以让蔡正元成为我们台湾的民主英雄。为了要让这个自由罢免示范区的计划顺利进行，所以我们在8月底的时候，我们就来到了 GDP 的黑客松。虽然说我们在10月底宣布了自由罢免示范区这个计划，可是其实我们在8月底的时候就悄悄地告诉了黑客松的人，我们告诉大家说我们会需要你们的支持，于是我们就开始来挖坑了。这是那时候的报告，在那时候已经8月底的时候，我们就说我们即将宣布自由罢免示范区。于是在这段时间，我们的努力之下，有一大群跳坑的工程师，这也是今天我之所以站在这边来跟大家报告的原因。这段时间，短短2个月，透过许多工程师的努力之下，我们做出了哥莱维 B 计划的这个网站。首先，我们可以看到到129这天的倒数，我们这个副本的实现一共还剩下20天左右。对于我们的所有网友来说，他可以选择他要挑战哪一个副本的任务。那我们就举例来说，以蔡教授为例好了。假设我现在是一个一般的公民，我现在到了这个网站之后，我可以点选前往任务。点前往任务之后，很快的，我们在上面可以看到上面的包含说参战的说明这些比较细的内容。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大国王的血量，他的血量还有100%，因为罢免第二阶段还没有到，所以他还没有被扣血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公民们，也就目前我们的士兵已经有多少人都在这个区域之中，我们要号召1000多位的士兵，现在已经有200多人已经进行参战了。那我在下面的时候，我们甚至可以更细的是，我们可以看到每个邻里的这些投开票所资讯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今天这个投开票所报名的人还没很多的话，那这时候它是一个小小的圆丘。那如果报名的人已经变多的时候，它就出现帐篷。这如果它报名的人更多的时候，它就盖出了一座城堡。我的目标就是希望在2129那天之中，我们盖出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堡。
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抱持了一个，我们要打造一个万人同时上线，在台北县市这边万人上线的一个 RPG 的剧作，欢迎所有公民来参加。在这边我们要跟许多的勇者致敬，因为原本是一个很小的坑而已，这些伟大的这些人一起把这洞越大，就像刚刚所看到的那样的一个网站，甚至现在大家已经开始在做 iOS 手机的版本。更进一步的，我们也继续希望把它推进，我们征求这些的伙伴，包含129大魔王的这些勇者们。好，报告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